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几天生病，最近刚恢复的冰的，真的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跟明天谁会先到来啊。不过头脑还是有点半晕半醒的，希望这次整理的资料不会被荧幕前的小侦探又发现什么奇怪错误了。那废话就放后面吧，直接上正菜。Oh,
线杂谈已经聊过了，营收永远都只能当做参考一环，尤其一开始好坏跟能不能营运走得长久，也从来不适合当做指标来参考。像我每个月都会定期做数据，对这些是格外的敏感。尤其那些广告买量游戏，开局割一波大的以后，就会开始向下沉沦了。厂商赚钱的时候是一个样，发现玩家掏不出钱时，又会变成一个死样。我在一边做资料的时候，随便抽查了几个游戏，官方 FB 也都是早早就停更了，连演都不想演了。所以我频道在介绍游戏的时候，都会带到那些代理商，都是希望各位记住哪些是所谓的黑名单。如果你觉得有存疑，也可以自己去查证敷衍他们过往经营的那些游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相信厂商突然转性，想要当个好人，但我也有理由合理的怀疑。不过就是厂商的计划通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玩游戏前，自己多加谨慎筛选，找到合适的好玩游戏，而不是被当韭菜割啊。最后祝福荧幕前的各位都平安健康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